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整个今日点击摄制组的朋友和同事们呢，跟所有的大家呢说一声呢，过年好。这个又是兔年了，说实话，说这一句过年好，我觉得太感触了，因为我们今日点击整个的节目组呢，陪伴大家已经过去了，应该是第四个过年了，我觉得时间太快了。那说过年好，给大家说的这个吉祥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在来年里头，只要大家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我绝不说恭喜大家发财，为什么呢？这是更普通的话。发财，今天现在的事情，都是钱闹的鬼，钱毁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把钱看得很绝对的话，这年代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是实话。但是有了钱的人，麻烦跟钱一块来，不信您就闷着头今年大年三十想想自个儿。在今天的大陆的社会当中，钱毁了，几乎威胁到甚至摧毁掉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人本质和善良的一面，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使得我们家庭之间，我跟您说，那种紧张的东西跟钱直接有关系。过个安稳的日子，珍惜珍爱您身边每一个人，我觉得就非常足以了。那更多呢，就是一定知道真相。您这年代，您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呢？我说知道的真相呢，我相信朋友能明白我说的意思。网上有篇文章就跟我说的真相对了口了。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讲的，神韵演出韩国落幕，大长今韩尚功说期待明年演出。文章上来提到1月30号下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演出落幕，也为神韵艺术团2011年在韩国巡回演出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最后一场演出达至韩国神韵巡演的最高潮，吸引了众多大家知名的这些名人轶事。当演出落幕时呢，神韵演员呢三次谢幕，而在神韵主持人明年再见的声中，现场观众长久站立热情鼓掌。在这个长久站立热情鼓掌的观众当中，有一位大家熟知的人，大长今韩尚功的演员梁美京在现场观看了演出。文章里提到呢，韩尚功这个人物呢，在整个大长今的曲目当中呢，他起到了一个灵魂性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作为他的演员呢，梁美京呢，他能够来到神韵艺术团演出的现场，他看过之后对记者呢说了这么一段话，话不长。他说，一般的演出看完了就完了，但是对于神韵来讲，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着明年的演出了。神韵艺术团所展现的所有的东西，它展现出来的价值概念，我们在那么多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介绍过，我相信朋友在其他的环境当中也都非常多的接触过。所以这就是我期待的，我是个人认为的，在新的一年里头，在拜年的吉祥话当中，在兔年里头，您一定找机会看看神韵。恰巧在同一篇文章当中，记者了采访了一位到韩国去做生意的大陆人，他姓周，周先生这么说，这么好的演出为什么在中国国内看不到呢？是国家的悲哀，因为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把这个传统文化文明承传得非常好。我希望2012年能够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轮回的角度讲，神韵预示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时期的已经到来了。咱就借着这位周先生的话，2012年，咱就在大陆看神韵。
那就在上个周末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李娜，中国著名的网球运动员，那她历史性突破，获得了这个四大网球赛的澳洲网球赛的亚军。但是有篇评论是这么讲的，我相信大陆的朋友看不着这段故事。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评论说，李娜单飞的意义，整个描述咱不说，咱就说它关键的地方。李娜在今年首项大满贯赛事中的表现获得亚军，已经引起人们对她另外一种反叛行为的关注，而这种行为可能是对今天中共的体育的未来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两年前，李娜等四名女网运动员脱离了中共僵化的体育体制，能够获准独自的去经营自己的职业。李娜是个体育网球个体户，说白了就这么回事。而今天体育2008年达到顶峰，是爱国的含义胜过了个人的真正生存的价值和他的尊严。那文章里接着引述李娜评价的话说，我们的领导也好，媒体也好，都喜欢那种听话的、没有性格的、八面玲珑的、温柔谦让的那种人，而李娜显然不是。这是文章里介绍说，而说这话的呢，是诗人赵丽华在他的微博当中所说的，而且特别提到欢迎他的随性，欢迎他的一意孤行，欢迎他的这个孤独求败。为什么孤独求败？是因为今天的中共的体育是扼杀人性的体育，任何一个各自人性的希望能够展现出来自己真实的价值和自己所喜欢和不喜欢，有这样表白自己自由的人都是孤独求败。所以这是巨大的挑战，这也是今天对中共体育体制的挑战。而体育是本身作为一种爱国的工具，爱宣扬爱国的工具，在给大家洗脑用的。所以李娜的行为间接的挑战伟大党的独裁的爱国的体制。李娜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如果没有领导们的压力，她年轻时不会去打球，但她也曾因为中共僵化的体育体制不抱幻想而告别了体坛两年之久。文章里引述了蔡振华，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今天是这个体制的高级官员。那蔡振华当时曾经表示说，单飞之后的表现并不理想，至少我个人认为单飞目前不适合继续推广。领导就是领导，但你蔡振华打球的时候，你不是也被这么扣着了？那时候所有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蔡振华拿不了冠军，他不配，因为党要求郭跃华要拿冠军。网上另外一篇评论呢，说得很短，但是说得很实在。文章的题目叫《真实的李娜：真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文章主要是讲说，在澳网的决赛前，李娜接受电视专访时说，你总是对所有人说谎，说我打球是为国争光，或者说打球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其实你打球只是为了你自己，这是真实的。一句话，在今天国内的体制之下，这个打球获得成绩的人在接受采访时，你只能说我是为国争光，感谢领导、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今天的李娜能跟着你那条路跑吗？也就在同一天找文章的时候，同样说的体育，同样是个悲哀的故事。文章题目很简单，这么说的：退役世界冠军集体登报求职，风光背后是艰辛。他说，在中共举国体育金牌的背后是无数运动员的血汗和艰辛，而退役运动员就业非常难。游泳世界冠军杨宇等15名浙江运动员集体登报求职，曾引起社会的关注。日前，浙江省体育局人事处的处长童志金表示，相当一部分退役运动员就业非常难。消息咱就不说了，那邓亚萍没问题，当官了。邓亚萍在当官之后，前一段说了一句话，那报纸上，中国的报纸上说的话全是真的，所以邓亚萍当官了。而这15个运动员，包括世界游泳冠军杨宇，您就不会说那话，所以您就
歇菜了。对比刚才单飞的李娜，对比那十五个运动员被党的体制抛弃掉，咱看看他为什么得党的烟抽。朗朗说，我不是政客，但是他是新当选的全国青联副主席。文章上来提到，朗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是音乐家，不是政客。有中国网友批评他说，用英文说谎，用中文爱国，挺精辟。他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之后，在博客上写道，很激动，演奏时如同在诉说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团结，这是全国青联副主席应该说的话，绝对是要为党做贡献。文章接着讲说，其实根据朗朗不为很多人所知的一个中国准官方的高级头衔，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至少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全国青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人民团体之一，国内稍微有点成绩的青年人一定都要进这个组织，被进入这个组织。那朗朗是什么呢？大家就品品。文章里还提到说，一位自称是朗朗经纪人的朋友，在网上透露说，朗朗的经纪人曾经建议朗朗在国宴上演奏中国传统的曲目，但是朗朗自己坚持要弹奏可以使得主席产生共鸣的曲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曲子很优美，主题很爱国，那主席很熟悉，容易引起共鸣。大家听懂了吧？所以文章的最后结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家，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所以朗朗就啷里个啷了。大家什么时候再能听朗朗，和您再听朗朗的时候，您耳边如果不想起那我的祖国的声音的话，我觉得您脑子就有点毛病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